十五点，咱先来关心油钱哦。对，今仔半暝十二点开始，汽油、柴油是要降价了，每一公升是要降一角银。调整以后，九二无烟汽油是每一公升33.5元，九五是35元，九八是37元，柴油是每一公升32.3元。那是要加油，咱就当稍等一下哈。